有人吗？呵呵，安安，我想说避开8点到10点大家开台的时间，阿伟顺便可以看其他人的台。大家晚上好，这是另一款也是死掉就重来的游戏，有在 FB 看我开台应该会有印象。那只是在想角色怎么解锁。有想我吗？然后刚才跑去看靠北文，我觉得很屌欸，上一次的挨骂文跟这一次的挨骂文竟然是 在一起的欸。B 花束我有设定讲电话的哦、喔。有欸，哦对，这个其实都没人在贴。想就没有了，没关系，不用，不需要。枪，好，我们现在刷手抽这个。我想说，如果这个游戏认真玩到死掉也快一个小时嘛，那就来速速看。左枪剑，没有说前阵子不是前几天不是玩那个霓虹，也是差不多的游戏，那再来玩一次这个之前其实就想再回来玩，只是常常都是兴致一下就没了。我也在等另外一款游戏，但他这次冬季竟然没特价，你被直播的通知说图片了，骗什么？讲出来，骗你什么？讲出来。哇，你的封面那个图就是讲出来啊。没有，那个是我请十三，昨天半夜我就说欸十三，他就说嘿我在，然后说你可以帮我画这张图吗？我说我最近很常讲这句话，然后他看了就在那边笑，他说好我明天再画，这很棒啊。想说请人家画是不是要给点报酬。对不对？十三在吗？十三在的话，听到请回答。哦、好冷哦！给我好的枪哦！有了有了，危险散弹枪。哇，糟了！要罗丁的讲靠腰哦。小林安安，小林安安，难怪妈妈今年第一张是这张，对吧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该不会今年第一张是这一张吧？他说对啊。我说哇，你的第一次给了我，今年第一次给了我，这样子，好啦，我们这样开局吧。商店，长棍。
在 FB 看到大家排队啊，就有病啊！然后那时候不是前天的那个在玩那个食物语的，就怪什么骂你们是抖 M 吗？然后继续干食物语，就只是小孩子在那边刷存在感啊，讲出来。那个打错名字的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，你最好是打对哦。哦，你撤回了，乖。那打对人家名字很重要哦。毛，喵，毛。安安，晚上好。那、啊、怎么都是这些？给个道具跟武器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在刷开局，要一把好的枪。这把可以。对啊，这个是 FB 玩过的游戏啊。欸，后来我真的想哦，曾经有人在 FB 靠腰啊，捡到这个烂东西，几条。对不起，他不是有一个观众是跟我讲说，他玩了第二场就解锁了这个商人，但这个商人是要非常后面才解锁的。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他技术好到很夸张才有办法做到这个，要不然就是他骗我，他开外挂，他开修改器。然后刚刚晚餐吃了火锅。欸，火锅。好啦，开局。开局送魔关羽。走。我还是觉得这角色还是很萌啊。十三是哪一个？哦，看到了。谢谢十三，谢谢你的图，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。来聊天室一起说，十三大大教我发发。哎、欸，有押韵哦。这是什么？草莓果汁吃啊？啊，就这样。这把枪不好用，要学 Bobo 说，不是魔关羽，我可是不玩的哦。不要打对哦，是教我发发，不是帮我发发哦。不、嗯。我最可爱啦，我要改封面了。你看，你们就是这群邪教，一个人起哄，其他就跟着起哄了，知道感觉了吗？十三，哇靠！现在在干嘛？现在是开放洗版的时间。怎么我教你画？我教你画画。我教过啦、啊，我也教过懒懒啦，但是我跟他讲说没有救了啊，靠腰啊，受伤了啦，你看呐、啊，讲错话吧？
整合吧，接受命运，组合。不给组。不能组哦。啊，烂。这是什么游戏哦？等一下，我打个标题，等一下下哦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再打标题的。属性游戏，UNGRED 完成。好了，看到了，这个是游戏。那谁在问游戏的话，我就会台狼了哦。这个是一款地层，也不算地层哎。帽子，你是忠实粉丝。哪有你？你失踪了快四年呢、欸，也有四年多了哎、欸。还是你是说你是十三的忠实粉丝？哦，我也是哎、欸，好巧啊！啊呜啊呜，哭啊！这样你们会以为我菠萝盖盖菠萝，菠萝盖哭啊！开局好差哦，先把钱赚回来好了，不然好亏哦。哭啊！哎，钱不够哦。我是繁星大大忠实粉丝，我也是十三的忠实粉丝啊。你看当时有小雨，我才会知道十三呢。不然他们每次都说十三画画，我就觉得十三是谁？就那个 FB 叫啊那个人啊，我说哦他不是叫做啊，我说对啊他就是十三啊，他就十三哦，他很会画画哎，这样子啊，每次都是看到在画小雨，我就哇好会画画哦，我就是说啊这妹子不得了哎，很强哎，这样子。那其实私下你们有在画我们的，我们都彼此都知道谁是谁。那也别想说怎么可能杰克看得到，繁星看得到，波波看得到。你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被我们看光光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不怕毒哎、欸。因为我有这双鞋子啊，我不怕尖刺啊。哦，这把枪也不是很好用呢。啊，像这边逛完了嘛，那我就是把物，哎呦喂！地图上能用的东西用一用，对啊，就是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其实我们都有看，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那些明明画画很强，说自己画画很烂的，注意一点。点不下去，差在一个啊，我哭啊！看看哦。下午好，晚上好，不是下午好，晚上好。卫斯们是不是要说在想什么？哎、欸，我都想要说，哎、欸，不然你们把我拉进你们的会师群里面有没有？
然后但是这样子应该会吓死你们的。他说啊，我也是会师啊，哎，也不对。哭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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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射啦！这把枪不好用啊！去死啊！你没有加会师群，然后像有个什么迪斯科啊？什么群的？没有啊，讲讲而已啦。啊，真的，如果愿意加我这个边缘人的话啦，我就进去加一下，哈哈，这样子。看一下哦。这种东西，枪口越大，啊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好。这个 boss 你有印象对不对？我那时候也是说啊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结果我赢了，还是无伤赢的，不是吗？他怎么赢了？棒啊，棒棒棒！啊哭啊！啊哭啊！啊！怎么有狗啦？哎呦喂、欸！当时我害怕极了。哎呦，白痴还是去吃啊！啊，气死啊！你最好给我出来哦！好烦呢，这武器，妈的，我一定要换掉了。去去去去！啊，其实我赚到800多块、8000多块钱的，可以换武器，可以死了。可以数回去了，哎呦！哎呀，你给我这么好，我也不会觉得好用啊。哎、欸，什么情况下你们才会有办法一个人去看电影？真的没人找吗？这什么东西？防御金币哦。像今天下午嘛，有跟喵哈在聊啊，
然后就说哦，一个人去看好爽之类的。我说嗯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哎，一个人去看看电影什么的，就好好孤单哦。请你跟我看电影，走啊，来啊。你看，今天如果不要不要不要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这把枪他会自己射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对不起。刚刚不是借口，是我真的以为他自己射的枪。我很少去看电影的，我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有去看电影，就跟我那时候唱歌一样。哦，我喜欢这只，这只请嫁给我，这只很棒，这只你可以挂网，然后他自己打怪。哦，肚子饿了，都没有吃，浪费。嗯。我的灵魂急转弯都还没看，你别说了，我鬼灭之刃还没看，我想去看灵魂急转弯。呜噜噜噜噜，所以以后讲话到呜噜噜再叫啊！天哪、啊，灵魂急转弯我也没看啊，我也好想看。不要，你看就在这边挂网就好了，很棒，这只角色很棒。走啊，我出钱，有什么问题来啊？你要约哪里？我看一下你们打什么，刚刚谁先打的？懒懒先打的嘛，对啊，懒懒说要看电影，然后说一个人看电影，要揪的，结果被揪走了。看你这，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去。不要啊，要看电影自己来淡水找我。是。我有一次就是一个人经过那个淡水戏院之类的，然后就不知道是我脸长得比较衰还是怎样的，就一伙人在看着我，我想我真想回答几滴跨沙小。然后后来那就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，我想说嗯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被看的啦，那时候是一对情侣啦，我想说超想在做直销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在电影院附近晃来晃去。淡水真方便，淡水超远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老巨，这款有没有买？这款也是另外一个那个死掉重来的游戏。哎呀，我才想说我无伤去。去输啦！然后这款游戏那个有一次改版，就是改成说有这个图鉴可以看嘛。然后它这边有道具组合，我每次这只都只差一个。你看道具组合未确定，我都差一个而已。这一次应该是无望，我想要试试看这个，更看起来好帅哦。我靠！对不起，来不及。可以用线上 APP 自己看，别好了。我这个人就很不喜欢用，我这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线，比较喜欢现金付款啊，我不喜欢就是信用卡，或者是我其实真的那时候悠游卡还是没了再出，没了再出，我不敢是用信用卡的悠游卡那种东西。但重演很冷，哦哟，怎么都这种关卡？哎呀，我受不了啦！
死啦！怎么那么多？怎么是这种关卡、啊？比较喜欢现金啊，因为你现金的话，你就是看得到钱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身上到底还剩多少钱。我是指这个意思。那你看一下威力13，体力暴击，威力暴击。哇，我饱了，天哪！我吃饱了，我只能吃这个了。天哪，我只能喝东西耶，可怜，可怜的儿，对吧？像应该有些。懂吧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是钱看得到的，我不喜欢就是今天你看不到钱，所以我会花得很不安心，我会觉得说我花了多少，我还剩多少可以用这样子。日本的官方，你是说看盗版的吗？谁在宣传盗版什么之类的，还是偷拍之类的，我把它编掉。赢得好意外，你给我住手！我按电把钱还你。没有啦，新楼说有没有线上游？上传那些的人真的是当日本哦？对啊，就是不要啦，不要去做那种东西。就像你今天我们是创作家一样啊，你去。去把浮水印修掉，或是盗图转贴什么之类的部分，其实应该也是不一样啦。你那样盗图转贴，其实就已经不对了。只是你那个用盗版的那种东西是更惨，对啊。像那时候我也是看到一堆粉专上面都贴什么出处不明，留言帮忙标那种东西，我觉得他是根本就是没有心想去找那个嘛出处啊。他点个右键去找一下图片，都一大堆出处，他就懒得去找什么官方后援会啊，什么那种东西。那个讲出来是什么坑？你去搜寻，去找啊，你去打 QQ 奈奈好喝到 Map 茶，就很多啊。然后我就那阵子就这几天超喜欢讲说，来讲出来，像今天狼人杀的影片也是啊，唱出来。然后我要骂一下人，他竟然敢给我钱。官方后援好像真的什么加藤鹰官方后援会哦，还是忘记叫什么的。我就常就喜欢看一些梗图嘛。啊，有些爽屁呀、啊，干爽啦嘞！有钱不是这样花的。对啊，就像我那个苦力怕的图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被哦有这个欸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被盗图盗成这样子，那也是很后期才把那个东西讲出来以后，才一大堆人知道那个是我画的，那时候觉得很不爽。啊，没办法，就真的都是没有那种智慧财产权的观念。哎呦，奈安呢？奈昂呢？你给他自己打，有没有？这样很开心。来讲出来，这是关注喜欢的什么关注？你说给钱的。这件事情吗？那我是不是要塞钱给你？我很喜欢懒懒大大十三大大画的图啊，对不对？来什么的呀？来抖起来，不是来下啊！
不行，等一下哦。来，账号交出来。哎呦，哎，哎，烦躁。为什么是吃招啦？不是我的抖起来是说给那些会画画的，像十三大大、懒懒大大、银大大啊，还有谁？李子大大啊，抖给他们一些钱啊，不是抖一些钱啊，抖给他们很多钱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为什么怪变那么多？以前没那么多啊！啊！太夸张了啦！哎，以前怪不是这样子，不要骗我，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啊！李子兵啊，哦，有人也叫李子是不是？有啦，那个托有一个也叫李子。太夸张了啦！是要算啥货啊？感谢一万的宵夜啊！你怎么会来看？哎、欸，我真的好好奇，那时候哈记留言版的四大天王是哪四个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感谢一万，感谢一万的超级留言。一万就是那个嘛，云月台嘛，雅思跟那个一万是，不是啦？哎呦，感谢落雁的超级留言。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哈基那边提什么四大天王，他也说别，先别。所以我只是好奇你们四大天王是什么？哎呦喂，哭啊！叮叮叮。繁星他也要四大天王了，我的话哦，不用吧。如果我的台真的有四大天王的话，我就不开台了。我就想说，爸爸或妈妈，今天我想要这个游戏。哎，其实我实定的游戏逛的差不多了，已经不知道买什么游戏玩了。不要！哎呦！我养教主吗？我找一下当便利商店的规矩。哎，对，我真的好后悔那次在美联社做的那时候的那个东西，我没有答应他，害我好后悔哦。每次想到觉得好可惜。哎，人家那个欧洲旅行，哎，天哪！搞不好我就不是实况组了，我就直接当旅游型 YouTube， 对不对？旅起来，哎呀，我就这样子而已。那不是你吗？什么你？就那时候有个算贵妇吗？因为那时候在超商就一个整天都喜欢一次买超大量的东西，那我就很好奇，就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说阿姨，你这个要买去干嘛的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在飞机上吃的。”我说：“飞机上吃这么多、哦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就要去欧洲啊，然后就是飞机上可能就会待个快一天多。”然后就嘴巴馋，我想要吃一些，然后我就问哦，那就他，
啊，弟弟你多大、啊？我就讲出来哦，你比我女儿大一点点呢，不然下次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我说啊，不用啦，这样子。结果之后意外就发生了嘛，我因为就是有个客人，他有一次就是买了三套电池回去，说这个没有电了，说要退，他已经拆掉了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退啊。然后我们副店就说啊，这个是不能退的东西，你给他退干嘛？我就说啊，可是人家就是真的买了之后才知道没办法、啊，因为我才知道我们副店是真的那个月经来，然后那时候是刚好心情不好又遇到我，结果我隔天翘班，我就不敢去了。我就说我真的被吓到，我不敢再去什么之类的这样子，哇，超没用的。但是后面就有和解。是和解啦，和好啦，什么和解什么？就我们后面有和好，然后和好了之后，就是我又再回去美联社工作嘛。然后就其实是真的是误会。像会觉得他很凶，那就是对他不了解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好奇，如果是校主现在会怎么抉择？养啊，养我啊，养爆我啊！我就说，阿姨，我不想努力啊，我就是这种人啊，对不对？阿姨，我会在你身上努力的。等一下哦，屁！我打开包包，打不开。没有，我会说阿姨，我会在你身上努力的，我不会不想努力啊，我会证明给他看，我是还是可以努力的人。哎、欸，我打不开包包了，白痴哦、喔啊！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养自己女朋友啊，拜托！我要扎到底！打不开包包欸，游戏坏了哦、喔！我开了开了开了。嗯？开车了吗？没开车啊！啊，看，哎、欸，我这款游戏我记得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干嘛？现在进去都要惊喜箱了、喔，惊吓箱。哎呦！不要被我碰到。就很奇怪啊，这款游戏被他，然后那个贵妇可能就说：“啊，我都介绍我女儿给你了，啊，你还用我的钱？”我说：“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”感谢你的钱，太夸张了吧？这什么游戏呀？是不是都要拿近战啊？这游戏要双手。
可是那时候你认识兔子啊？没有，刚刚是说，如果现在还能选择的话，你会怎么选呢、啊？啊，我就说我现在还要选吗？我就直接那个啦，没有得着选，不用选啊。嗯嗯，单手武器，海林是男的。你这样讲，我才知道海林是男的、欸，所以海林真的是男的。安安，晚上好哦。我上来。Q。起来，说理哟！哈萨基，哈萨基，哈萨哈萨基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今天杰克说什么粉红色那个？你们觉得是谁盗用的 ？Obo 还是团团他们？哎呦！我觉得波波机会比较大哎、欸，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！啊，我下不去。感觉是哈记吗？哎呦，好险！我感觉是，哎呦，北齐，感觉是 Bobo 哎、欸，打，嗯，键盘没坏啊，又排不了宝宝，怎么敲繁文啊？瓜小，瓜小。我的 B 是不是坏掉了？等一下、喔，哎、欸，真打不开、欸，哇！你是男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这个名字就说要相信你，真的是很困难呢、欸。我就是不信啊！就像那片 Bobo， 一个平民跳什么预言家。就害我们那一场整个乱掉。然后那时候巧克力气到，直接叫波波喝三杯。杰克喜欢粉红色啊，没错啊，我只是好奇说那偏颇的人是谁。哦，这是什么饰品？我来看。他那天就是第一场他没死嘛，因为他说啊，不然每次都刀他死掉太可怜了。就第二场。第二晚的时候，他们跳预言家，然后还跟我们讲说：“哎、欸，注意哦，请记得我第一天我跳了，我的身份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身份是平民啊。”“对，我是平民。”然后没有啊，第三天说：“对，我是平民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还没死？”
因为那一天第一晚预言家是杰瑞，杰瑞被刀死，就他那一晚跳预言家，我们大家就一个很问号说，好不好，你怎么没死？然后他也很问号说，奇怪，他怎么没死？欸，有问题啦，我的 B 键真的不能打开包包啊，哭啊！等下这游戏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那么难？那两把是怎样？啊，打开背包是 V 哦！啊，哭啊！我按 B 啊！哎呀，哭啊！不是键盘的错，是我的错啊！哭啊！我误会了，对不起，键盘，键盘，我对不起你。天哪，我好像喝醉哦，我在干嘛？啊，你们要误会，我在卖萌，哭啊！敢卖萌啊！你有没有走明天出来淡水单挑啊，小林？我来比赛打篮球，要不要？不准投篮，只准灌篮。敢不敢啊？不要说我欺负你，我让你失球，灌篮哦！我是说小林啊，哦，你们只会欺负长不高的人呢，真的很坏，雅思。雅思，你这样不行哦，雅思。宝宝篮筐，我就直接把篮筐拿起来，跟达瑞斯一样。拿来敲的，跟你讲，我应该是直接把小林举起来往篮筐里面砸啦，以我的做法啦。哦，小林，哎，小林，我的萤幕贴又有刮痕了，过几天再找你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刮得很严重，先跟你讲一下，你再来帮我贴。哦，有人提醒我播广告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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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是直播了快一小时还没播广告，你们真的是啊，对，打赢 BOSS 吃广告，想起来了，以前是这样子玩的。OK， 没有最近呢、啊，可以拿篮筐抓蝴蝶，来啊，你抓，然后就拿丝袜套你的头。然后叫你带着丝袜去灌篮。阿干，哦哦，小林，你害我烫伤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先叫我开十二点，再看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只王不一样，这只王乖乖的，这只王乖乖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他可以打吗？咦，允许以前不行打、啊？哎、欸，恭喜你！为什么？他怎么长得不一样？
你前面有这个旁边那个蛇啊，哎、欸。汤哦！我跳，我跳，我跳跳，我跳了，我按空白键。贴膜算我免费，拜托。哪有自己准备材料贴膜还要算钱的啦？光明骑士，哎呦，看起来好帅哦！咻咻咻咻咻咻咻。猫猫是谁？猫猫安安谁啊？哦，猫文字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们都认识哦，好恐怖哦，你们好夸张哦！好，打一个 boss 了，吃广告。可是教主两分钟前才吃过的啊。不是啊，我买那些请人家贴都不用钱啊，为什么？小林你是怎样？来啊，灌篮你灌赢我的话，我请你吃来，我请你吃萝卜。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啊！这里的怪好恐怖哦，我射不到啊，为什么他打得到我打不到他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吃得到啊？我觉得你才是我的好粉丝欸，那些吃不到的都是坏粉丝，坏坏，每次到广告都是坏粉丝啊！都把旗子穿回来啦！吃不到再一份，好，再一次，什么工钱我不要，电击枪的又是什么副手武器，也、欸、都新的耶、欸、你们在讲什么东西？有了表示吃不到广告，那是什么？外挂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游戏坏了吧？没改过版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呦！你对这关有印象吗？有印象啊，我前几天才不是，我几天前才玩过这一关啊，可是他光是连上一关那些都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我记得啊，这就是先让你扣血嘛，然后再让你补血。请问一下，繁星是什么时候直播的？你说今天吗？十点
14分左右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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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刺激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啦！我真的没印象哎，怎么那么难？没有这些啊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靠！哭啊！他是不是有大更新没注意到？不可能啊！我前阵子还有回锅哎，在偷玩。他是不是要开台搞我？教主拜拜，好拉拉拜拜，啵啵啵。这是狗追太紧了吧？这游戏 AI 真的是……我是什么教的教主？别问了，这个老观众懂就好，老粉丝懂就好。而且真的要知道的话，团团的访问也有说啊，都没去看哦。啊，这会哔哔哔的。嚯！哇！去死啦！怎么还是这种追踪的？嗯，打死你！你当兵呗哦，跟你说拜拜，对啊，跟你说拜拜啊，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不喜欢要跟我说，我就不讲出来。讲出来，嗯，去吃饭。嗯，好，那个 G A N， 拜拜。什么？哦，打过了。哎呀，总算是拿到像样的了。好了，呼。
哦，这有香菇哦，以前没有啊。你还好暴击会补血，那不用玩了你。好，箱子晚安。估计也是开完这一场。啪！来，跟你们干。快跑！好的哟，我们要打 boss 咯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要吃广告咯。这个不能吃，是这个。哦，有了！我想说这只以前就有了，怎么一直没解到过？可不好路可以走，走一下。这次真的要睡了，不然要被妈骂了。反正晚安，新的晚安。这关，史莱姆制造。哦，对，这关没印象了，哭啊！怎么打？嘿，是。你要用乐是不是？那用乐能吃吗？硬 A， 你都没吃到广告，我还没播广告啊！好啦，打完了，要播广告咯。广告。这关完全没印象，然后打很顺，主要是靠这个啊，就是好棒哦！暴击时回复体力，就 0.5 秒，所以我狂撑暴击，我就可以狂吸血了。所以我要找有暴击的嘛视频。像这个是远程，就可以换这个。哎，这个好了，是有。没吃到哭哦，啊，没吃到的，你们直接给我钱比较快啦。这关就已经很难了，我这关还没过过，先跟你们说，这关真的从来没有过过，当时在 FB 也没有过过这一关。给我钱，感谢雅思的超级留言。没啊，整天说要吃广告啊，就真的吃不到啊，吃不到。你们要帮我就是这样子啊。愤怒的钝器有多愤怒啊？哦，好愤怒哦！直接给吗？够了啦！你们给的这些钱已经是吃一次广告的钱，吃几次，吃两三次广告的钱了，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啦。感谢风间的超级留言。谁家今天有流星雨啊？
空间，你家进有流星雨吗？2K 起跳什么 2K 起跳？你说一次广告 2K 起跳，哇，那也太爽了吧！你会不会下次聚货你收到一包一包红包，那我就不会出现啦、啊？在想什么？对不对？复活聚餐什么的，我不要出现啊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啦、啊。哇，吸血吸起来！欸、如果这关 BOSS 过的话，我请大家吃广告，超没意义，是超没意义啦，超没那个什么。感谢海林的超级留言。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声音调小声啊？真的是不够大声耶！这关过了就睡。我应该会先剪片吧，剪完片再去睡。对啊，搞不好今天怪跟生日一样多了。没有啦，生日的时候才夸张嘞。我不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生日的时候是真的比较夸张啊。我要称暴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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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力暴击。这个也要早睡，不要勉强。不会啦，累了顶多说个梦话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我想试试看呢、欸，来来来，这暴击算不算补血啊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有哎、欸，我站着补血，等我一下哈。不会啦，就是当然不会勉强自己啊，累了自己也是会睡啊。没补血了，有了补血了，呵呵呵呵，哎呦。累了，顶多明天不开台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其实真的想想，如果说累了不开台的话，这样子感觉都已经是很幸福在家工作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应该多少还是要？哎、欸，一直给，一直给，好爽，好爽哦！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这关是不是怪怪的？我还好哎、欸，就跟定性一样啊，教主记得。哦，不是啦，因为我那个是设排程，我那些都按好了，那记录档是隔天的午夜十二点都直接传，对啊。因为你太早传记录档的话，画质会很低嘛，所以就是都同一十二点。所以我今天有没有要玩什么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今天真的没有想要玩什么，没有想法。今天本要玩什么？本来是说那个嘛，那个。等一下，先帮我打，把自己打死，自己是不要烦。
我今天本来是要玩那个饥饿派画家，可是我关台后序列了一下那个嘛，团长跟兔子怎么画，因为我还是画得很怪。我在咪鲁那边留言，露米啊，白痴哦，露米那边留言，啊就留言而已啊，干嘛不给留言哦？现在这么严重的吗？连留言的留言都不行了吗？而且今天在露米那边留言的时候，我的手是整个是缩在毯子里面的，哎，很冷呢。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啊，米鲁鲁米啦，欸，是不是有装备是一套的了？没有 ，V 铁甲加这个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查看图鉴。哦，加一个，插一个双手剑。哭啊，等一下哦，那我加这个会怎样？攻速会快吗？住在欧洲很无聊。不会啦，就看台吧。等下关台就可以看记录档。靠，哭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还不这样射死你。补血补血。我刚被什么打？我在抓头。哦，被吸过去了。莫斯卡，莫斯卡，莫斯卡，哎呦喂呀！你老鼠口袋炸弹，一只你换电脑了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呀。很外乡人打法 啊他就没有这个啊，啊我就有啊，但是就用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很外乡人好好说话。哭啊，血没满啊。我还可以外乡人吗？拜托，我想赢游戏。这游戏买了这么久，这关却还没过。发射强力特殊子弹，好，
哭啊，我没打过他，他好帅，我想要他。啊他嘞？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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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记得第二阶段，白痴哦！还在跟他来嘞，赶他这个外乡人吧！你这个外乡人！赶外乡人，你在哪？只有第三阶段，去死啦！没了吧？哦，过了，过了，哈哈，过了，阿布，我过了，是广告。感谢新会员。如果新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或 LINE 群的话，可以截取订阅证明到 Facebook 粉专私讯我哦。感谢感谢，好，我要播广告了。这样过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天，要是我没有这个吸血，我怎么过的？你看，这有解锁就代表说我没打过这一关呢、啊。稀有啊，原装内衣。解棍。没有这个我怎么过啊？恢复体力耶，那可以不用硬凹过去的啦。难得我很官腔，那也是你太久没有来看我的台了啦。还有吗？我记得没了啊，那个五，啊，什么东西？看不到他。问他问号，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谢谢你叫醒了我。不能继续前进的，我为了你打开传送门回去吧。不要，你是不是快不听我话吧？我要冲吗？他好像想打死我哎。不是啦，真的要打架了、喔。
白痴哦。我死了、喔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从此处经过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结束了耶！哦，我竟然过了。真的有村庄，自从进入里面后好像过了很长时间。你是谁？我是个微不足道的魔法师而已。你是这里的村长吗？村长，我只是平凡的木匠。哦，我紧张到打嗝。我们的村庄因为地宫的出现层出不穷，说来话长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被称为地下城的魔法创造物。我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，原来如此。那么没办法从这个清除吗？村民还在发抖。本来这家伙不会主动吸引外部的东西的，可能因为某些装置一直出了差错。但请你放心，现在稳定下来，不会再有人被吸进去了。然后这里有我在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冒险家，辛苦你了。村庄似乎回到原来的原貌，你也救出很多人。首先要在这方面弄，然后希望能去一趟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为了这个路来，感觉让人难自觉，我还要希望你能听见地广发的事情，哈哈。要播广告吗？等看完好不好？啊，就通关而已哦，那吃广告吧，广告啦，倒蛮可爱的。没有啊 ，QQ 啊，没广告，没广告，没有广告。哎，真的，如果没有那本那个回血的杯子，阿西贝安诺帕，真是打不过哎、欸。而且这游戏，我看一下我游玩时数哦，游玩了29.4小时，我现在才过通关哎、欸，算耐玩了吧？因为一场刚刚你看也打到后面也是一个多快一个小时啊，想说就玩玩看嘛。我说最后的时候啦，就不知道受伤又吸血，受伤又吸血，不知道几次了，真的还好危险，不然要躲。我其实后面我好像那时候也打到吧，好像打了第二阶段就被那个巫师打死。打错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讲什么？陈烨嘛，我看看陈烨讲了什么。哦，没了，靠腰，剧情看完。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！我的天哪！
哭啊，这是教我还要玩的意思吗？开始游戏13层地宫解锁翅膀，要解锁什么嘞？看有没有解锁新角色更衣，像这些都是之前 FB 就解锁的嘛。哦，后面还有三只啦，不知道怎么锁，不怎么解啦，怎么锁？全力回击，使近战武器提升威力30，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也太低了吧！然后玩来玩去，好像就只有这只好玩。我觉得两个女生都好看，你说这只哦？可是他就是不能附近不能有人啊，有人的话攻击就变超低。那再来就是不是30等了吗？哎，还有魔王哎、欸，天啊，那就是这个。祝福吗？不是吧，贝里诺的手对话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给这个？因为我现在献祭了2次嘛，就是从30等变回1等，然后我就有额外天赋可以点。来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嘞，哦，线上冒险啊，有，祈祷，额外天赋。加暴击加体力，当然接受啊！教主今天要打完魔王吗？还是说一会关了，然后就关了啊？你看现在等级变一了，所以这边目前已经三个石头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从零开始。嗯，天赋，现在没有天赋了，因为有四点。我那时候点什么？这个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啦。啊，就随便打一场好了，等到12点，好不？天字枪炮，好吧，我们就拿枪。要先剧透魔王长怎样吗？不用剧透啊，我可以。网路上找阿棒啊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怪太多了吧。欸，他是不是过关会额外加难度啊？把枪太烂了吧。你、欸、不觉得有变吗？我要重来，太难了吧！枪好烂哦、喔，逃跑！哎、欸，我这样还有经验呢、欸，是哦，枪烂透了，这是枪哦、喔，你骗我！不是啦，那个好像就是流炮吧？啊，你不是去睡了，要被妈妈骂了？你怎么又出现了？洗完澡就好好去睡啊！
哎、欸，下不去。哎、欸，红莲才能二段跳、欸，哎，现在不能二段跳，好不习惯哦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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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关卡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哦，熊熊变身了！熊熊冲啊，熊熊！对啊，一堆没看过的、欸，哎、欸，哭啊！啊哭啦，骂他啦！觉得不妙啦，箱子在那边，好，弄过去啊，嘿，好，等下死，等下就会死掉了，无名晚安。啊！我跳了，九滴血，救救我！快点给我个烂东西。不是无手武器。哦，哼。回来了，我刚看完，所以是新入股叫教主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你们也很认真看哦。一滴，新入股叫是什么？危险啦，各位！欸、新的哎、欸，像是这个血量打屁哟！有没有难中哈？哈，嗯，对不起，
有，我看到了，我先看到的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哇，又是熊熊形态 ，QQ 没了，没了，凉了，去了，死了。未来一定安心上路的啦。这么多啦！哎，不一样哎，技能都不一样了哎。感谢晴夕的新会员啊，没有忘记广告啦，刚广告播过啦。感谢晴夕的新会员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LINE 群跟 DC 群的话，可以拍下订阅证明到本专，然后会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。靠腰啊，你是新会员哦，对不起，直接骂你靠腰，哭啊。好啦，没有看到你金色包，感谢感谢，还没吃到，没有，还没播啦，没出哦。哎、欸，我刚献祭掉这个很亏耶，他旧会员我怎么知道啦，奇怪耶，有些要续订不续订的，很烦耶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那下次再来玩这一款吧，感谢各位啦，那我播广告，先播广告再来说拜拜。哦，你的续订本来就有问题，好，对不起，我跟你道歉，你接受我的道歉吗？对不起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明天下午高几率画图台吧，或更高几率不开台，嘿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最近，因为跨个年真的好累哦。嗯，就这样啦，好啦，感谢各位咯，那大家晚安，晚安，爸爸爸爸，我可爱繁星啊，讲出来，拜拜。